哇，好吓人啊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快跑！好，嗨，你好，我是张乔。今天呢是我爸爸他们那儿的阿姨开运会的时间，我要给阿姨们买奖品了。顺便今天也是我要给小伙伴们买礼物的好日子呢。爸爸还是要给我买好吃的，而且不想吃货，所以呢，我先吃什么？爱吃什么？你点了什么东西啊？我点了这个巧克力奥利奥的那个烤山奶。好的，行。奥利奥。我今天买好口罩，我还有一份先给你的黑胡椒的口罩。对，买了两根。我一个，我们都是好伙伴。干杯。干肠啊，干肠，对，香肠。你那个都裂开了，要不要跟我换一个？可以。别掉下去了啊！好，给。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吃吧。看吗？哦，好吃。嗯。我们等一会儿那个炒酸奶就好了。这个有一种。辣吗？辣。马上炒酸奶就好了。这个好吃吗？挺好吃的，微辣。爸爸，哎，这就是我的炒酸奶吗？对啊。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吗？没有黑黑的奥利奥是吗？啊、哦，没有黑黑的奥利奥。那你吃一口看一下。啊，这个爆珠挺好吃的，这个爆珠。嗯。挺好吃的，是没有一咬就爆，嗯，但是有股巧克力的味儿。是啊，我看一下，很重的。一二，手放开我看一下。哦，一个巧克力片，尝一下。没有奥利奥味吗？什么口味我都说不出来了。没有奥利奥味，不过有重重重的。巧克力味。好，走吧走吧，这个是小伙伴们还有阿姨们买奖品吧，这个都我都忘了。走 走。 Hello， 我到了名创优品了，现在有很多小姐姐都说能不能买这种维修品，这个不是本子，这个是明信片。明信片，哇，这里有小黄人的小本子呢。这个挺好的，这个我看一下。这个是黄色的。喜欢哪一个？哪一个好看啊？我觉得这个好看。我选了两本书，你看好看吗？哇，这个挺好看的，这个小黄人。哇，好吓人啊！你这个帽子挺好看的。哎，看，这是一只小熊熊，有两只圆圆的小耳朵，它头上还长了一只小花。对，但是这个是夏天的帽子。哦，夏天的帽子。要不然我就给你买了这个。行。哇塞，好漂亮的包包。现在我正在给店里的阿姨挑奖品了，这是钥匙的挂挂。你觉得要什么呢，小伙伴们？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吧。这些不错，挺好看的。看这个，小汽车的。对。这还有一个小的。小伙伴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很香很香，你闻一下。嗯，确实很香。这个叫香薰。这个罐罐来发出香味，对吧？对，给我帮你放到上面去。呀，擦不过来了。对了，这有刀叉。哦。西餐用的，很精致的刀子，金属叉子，金属的。爸，你看这个杯子神奇不神奇？哇，这里面不是装了水吗？对呀、啊，不是啊，你手进去。哎，没有，又怎么又没有？是一个魔术杯。外边。
我看一下。外边有一层厚厚的东西，里边装着水，这个底下还装着亮粉呢。哦。好看不好看啊？挺好看的，小图案。但是这个是给小朋友的，不能给那个阿姨他们。这个是个小姐姐。对，不知道。你看，哇，这个挺可爱的。这个、是和阿姨的呀。太小了，有没有大一点的？有大一点的这种杯子。好，你看。哦，这个挺不错的，这个。那我们拿这个吧。可以，我给它换一个颜色。我和爸爸商量好了。来拿吧，我帮你拿一个，两个，放进来，三个，放进来，四个，放进来，五个，放进来，六个，放进来，七个，放进来，八个，放进来，走，好嘞，把帽子也还给人家。哦，对，忘了。这是夏天的帽子，冬天不能戴了。你看这么多杯子，都把我累得出汗了呢。走，去结账。走，去结账。谢谢哥哥，我穷。重吗？哇，重是个人呐、啊！我帮你拿。张思瑶、我们是不是忘记个什么东西了？对，放在这。等等我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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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从这里终于回来了呢。我给小伙伴们挑了两本小本子，大家喜欢吗？还挺好看的这个本子。对，这是小黄人的本子。嗯，现在还写着这个是小爱心。对。嗯，我们都有会出去赢幸运小朋友。两名。两名。我们周六会抽出两名幸运小伙伴，把这两个本子送给他哦。好了，今天的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给我一个强烈推荐哦。今天的雨真的很大，再见。